其次啊，可以剪接吗？一镜到底啊，不用剪接了。开始了吗？另外一个扑克魔术，然后啊，就是感应你的月份。嗯。然后如果你是三月份生的，你就拿三张扑克牌放在你的口袋；五月份你就拿五张放在你的口袋。嗯。好啊，我先把牌呢先洗一次牌。好，然后啊，看你是几月份生的，拿几张。好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一年有几个月？十二个月嘛，好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把分十二张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，一年有十二个月，然后用十二张，那我要从这个月份里面呢去感应一下你是几月份生的，然后就嘘。好，我已经感应到了，你是呢十月份生的。哦，好，你算一下，因为我感应到的就是你是十月份生的。好，算一下是不是十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真的。太神奇了。